咁啱富貴集團都俾到一個好嘅平台啦。啊，徐開嘅心略有改變，啊，都係有好多嗰啲 incentive 啦，例如去到好多國家啦，我去嘅地方啦，啊，美國啊、巴黎啊、澳洲啊。好多地方我都根本都未去過嘅地方，呢次我都俾我經歷過，又去過。公司就等於我一個家，即係我由於一個接觸富貴集團咧，我就可以改變人生啦，可以改變好多歡樂嘅嘢，同埋我覺得公司俾咗我哋as a agent啦，好多好嘅 benefit。咁樣係可以話都係見仁見智，亦都可以講係我自己嘅感受啦。所以咧，我好多謝第一個公司，多謝公司集團公司啊，俾到我哋好多嗰啲 accept 嘅嘢，同埋每一個年份，我哋都會有好多嘅活動。我加入富貴，我覺得在富貴這邊我覺得蠻不錯。我在去年也賺了不少錢哈，那今年我這邊在努力的加倍，然後我也帶領一班我的一個同伴們。大家请努力，尤其是我们有赚到钱有吃喝玩乐啊，这个才高兴啊，甚至在本地团、外国团还有游乐团啊，我希望大家都一起来奋斗我们这个富贵这个行业啊，一定是棒的啊，再见。快乐天地，谁人为我？